Lenas 是一家矿产勘探公司，提供来自矿山的稀土氧化物。稀土是一种具有独特磁性、发光性和电化学性质的化学元素，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、金属合金、电池、光纤技术、太阳能电池板、激光和玻璃着色等领域。其公司在行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 Markets 独家解读。Lenas 是中国以外唯一同时具有稀土开采和加工的企业，也是全球第二大稀土生产商。公司在西澳大利亚 Mount Weld 的项目位于世界公认的最高品位的稀土矿山之一，同时公司在马来西亚经营着世界最大的单一稀土加工厂。早在2020年4月，公司就和美国国防部签署了共同开发重型稀土分离设备的合约。由美国国防部提供的第一阶段资金，使 Lenas 和 Blue Line 完成一项详细的市场和战略研究，以及重型稀土分离设备建设的详细规划和设计工作。重矿分离设备的开发是该公司2025年增长计划的关键。Lenas 新的重稀土设施也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布局。它提供了一个扩展的产品组合，也是中国以外唯一的分离重稀土的设施。Lenas 的优势是拥有原料、知识产权和相应记录，并能够及时、低风险地提供重稀土设施。作为唯一面向全球市场的非中国稀土分离产品生产商， Lenas 在美国建立轻稀土和重稀土分离设施，产品将覆盖包括电动汽车、电子产品和一些国防应用。在稀土材料需求持续增长的同时，加上新冠病毒爆发后导致的全球稀土资源采购供应链风险，让 Lenas 在行业内更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，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8658-0602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下期节目再见。